非常欢迎大家在今天莅临我们三创 ROG 体验店的现场。那么今天呢，接下来将会由我杰西卡为大家呢带来的是我们店内导览的部分。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大家可以稍微的往前进一小步好吗？我们首先带大家来看到的呢，就是我们 ROG 玩家共和国的起源。在我们的这个大荧幕上呢，我们会播放呢像是我们的 ROG 的一切。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体验店里面的设计主轴呢是 Cyberpunk。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Cyber 呢代表的就是 ROG 尖端的科技，而 Punk 呢代表的是非常前卫，那同时呢跳脱框架的一个态度。那么在今天呢，大家所在的这个体验店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理念呢来进行发想的。那除了有我们的这个大型电视墙之外，今天在我们的导览店内还有什么呢？首先先请大家看到我们目前大家一眼望过去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对不对？好，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区块呢，就是我们的人机养成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电竞高手，你必须要经过不断一次又一次的一个训练。那么在我们的体验店里面，就提供给我们的玩家最顶级的设备，同时呢最舒适的体验，以及呢最严格的要求。那接下来在这个区块，我们的人机养成区到底会提供给我们的玩家以及我们的选手们怎么样的一个体验和考验呢？我们请我们华硕的 Jason 来帮大家做个介绍好吗？好，大家好。那这一区呢，主要的概念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台电脑，它是一个灯光非常酷炫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是近年来就是大家都想要把自己的电脑个人化、个性化这个部分。那我们华硕一个独家的技术叫做 Aura Sync， 它可以透过你的主机板、显示卡，然后甚至是 Power 风扇，然后甚至我们的电竞周边跟荧幕的灯光，可以直接透过我们的 Aura Sync 把你做一个同步。那你想要怎么样的灯光变化都没有问题。那当然规格上配备上这边是采用我们 Intel 的 Core i 第八代870的一个规格。那显示卡是1080，那大家最吸睛的应该就是这下面这个三连屏的部分。那我们三连屏的部分就是让大家可以在现场，你可能在家里还没用到那么顶级的配备，你想要来体验，你直接现场就可以做到这样子的顶级的规格的体验。那说不定体验完之后，我们旁边就有销售，你就可以直接把你想要的配备给带回家了。是，当然呢，我们的玩家跟选手们在我们的现场不但可以做到一个这个非常严格的训练之外，可以让大家想不到最顶规呢、最先进的一个电竞的设备。那接下来呢，我们跟着杰西卡的脚步以及我们的 Jason 的脚步，我们一起往第二关这边来做一个移动。这边呢是我们的研发实验室。那我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研发实验室这边大家看靠近的时候，不是画上面有亮灯，对不对？其他这边有个感应的 sensor， 然后你靠近的时候，它就会一区一区的灯光呢，慢慢的把它亮起来。那没有亮灯光的主因也是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机板上面有非常多的一个灯光设计，所以当它暗灯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更明显的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灯光效果。那一样，在这个研发实验室呢，我们展出了哪些的一个产品呢？一样，请我们的 Jason 帮大家做个介绍。好的，那在这个区块，大家也看到有很多的我们华硕ROG的一个产品啊，包括主机板、电竞周边，然后甚至显示卡，还有我们的PC 跟我们的 Notebook。 那当然华硕其实是做主机板起家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主机板的设计上面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尤其是现在是最近这几年的电竞元素非常的受瞩目。当然我们在这一次新的 Intel 的 H370 跟 P360 的平台上面，我们在主机板上面除了增加我们的灯光效果，就是支援了那个 Aura Sync RGB 的一个技术之外，大家如果仔细看，在主机板上面还有一些文字的图腾啊，这个是文字的图腾。我们希望大家在购买主机板的时候，一拿出来的时候，也有相关的电竞元素。那当然这是在外观的设计上面更凸显出来。那在显示卡的部分，当然 RGB 的这个Aura Sync 的实验当然也是有，那我们也有提供这个三风扇的一个选择。那在最左边这个柜子里面有一张非常厉害的显示卡，就是我们的 ROG Poseidon 的海神系列。那它是第一张采用水冷跟空冷混合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显示卡，那它的规格也是非常高，提供更好的效能跟散热的效能。好，那在电竞周边的部分，我们这边做一个 highlight 的部分，就是我们展示的 ROG Future 这个部分。它最重要的功能是，
它的微动开关是可以更换的，那这是我们全球五家唯一可以做到这样子一个更换的部分。以前微动开关坏掉，你只能透过焊接的部分去更换你的微动开关，那我们是直接做一个插槽，你只要在光华商场直接买一个微动开关，直接换上去，你直接就滑鼠就可以继续直接使用。那当然在另外一个部分，我们的这一支滑鼠一样有支援我们的Aura Sync 和 GP 的灯光效果，那我们特地把它拆开来让大家看一下它的里面的内部结构，其实它的灯光的均匀度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大家知道说你要会发光里面就要闪它的 RGB 的 LED 灯，但 LED 灯你要怎么样把它显示得更漂亮，上面的一些材质的一个部分可以就是因为必须要去做一些功课。大家可以看到虽然灯光这样闪，可是你看不到 LED 灯在哪里的，这个是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个设计的功力才能呈现那么好的表现。好，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桌机，也就是说等一下我们今天才会发表的 ROG Strix 的 GL12 的一个电竞桌机，那它前面的面板一样导入了我们的 Aura Sync 的一个灯光效果，让你的 PC 可以更酷炫。那另外它的侧透板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败家之眼我们的 ROG 的 logo， 那这个是我们的采用随人 AIO 的一个设计，那我们在特别在这个散热模组上面增加了我们的 ROG logo， 让你整台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厉害，让你的个性化就是更非常的设计有设计感。那最右边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全世界最快，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的这一台 ROG 的西风之神。那我们今天楼上呢也会发表新的中阶的一个世代的一个西风之神的机种，相信大家等一下上去会得到更近距离的接触跟一些更多的资讯。谢谢叶东带来的介绍。那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研发实验室，包含了我们的电竞笔电、电竞桌机，还有我们的主机板等等，都在现场帮大家做一个展示。那除了刚刚大家一开始进来的时候看到的三连屏，是我们的人机养成区，就是我们训练培训 ROG 专业战士的一个地方之外，其实这边呢也有可以让我们的玩家或者是选手在现场做培训的人机养成区，两区都可以来做一个体验。那当你在这边呢经过了一次又一次严苛的一个挑战跟体验之后，正式的成为了我们的 ROG 战士之后呢，你就可以前进到下一个关卡，就是在各位的后方这边叫做我们的对战区。那么各位现在可以看到，在我们对战区呢有非常多位选手正在进行比赛。那么在这个对战区呢，就是我们培训出来的专业的选手呢可以到对战区这边直接的进入战场进行即时战役的部分。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来自我们台北城市科大城市苍鹰校队呢在为大家带来的是英雄联盟的一个现场对战。那同时呢我们上方的这个大荧幕呢也同时会投影出他们的一个游戏的画面，所以让现场的玩家跟选手呢都可以非常及时的观看到我们的比赛的一个相关的画面。同时呢我们在未来这个对战区也会开放给呢各大专院校或者是玩家选手呢要举办比赛或者是要举办课程都可以来租借。那我们如果在未来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 ROG 体验店的官网上面来做一个预约。那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讲到了这么多关于我们的 ROG 玩家共和国的相关顶级的一个先进的设备跟科技之外，接下来带大家走到的是下一个我们的体验区，就是我们的 ROG 的战备库这边。刚刚讲到了非常多，包含我们的电竞桌机也好，电竞笔电也好，甚至是我们的主机板等等，拥有这么多先进的一个科技，拥有这么多呢高规的一个配件。当然我们的电竞周边也全部帮大家准备好，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玩家都可以在这边找到，像是我们的电竞耳机、电竞键盘以及电竞滑鼠等等，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规格，可以依照各位玩家的喜好自己来选择最属于自己也最适合自己符合自己个性的相关的周边配备，我们都在现场做一个展出。那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刚刚讲到的这个灯光效果，在我们的键盘和我们的滑鼠上面一样都有帮大家做搭载，所以呢我们提供给所有广大的玩家在现场可以找到呢最强而有力的现场的这个周边的一个相关的配备，提供给大家最好的一个支援。那最后带大家来到就是这个区块了，有发现在我们整个体验店里面一个非常舒适非常这个幽静的一个空间，在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玩家
手也好，玩